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谁是终极英雄》节目，我是李彦军。这里是位于我国南疆的广东省清远市的阳山县。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国武装力量体系当中的一支特殊的部队。他们虽然没有在烽火硝烟中搏杀，却在另一条战线上流血流汗；虽然没有在边防线上执勤巡逻，却常年与深山老林为伴。现在我们正赶往这支部队的途中，观众朋友们，看到我身后隐藏在云雾当中的连绵不断的山脉了吗？这支部队就在大山的深处。观众朋友们，跟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来吧。摄制组离开了住宿营地龙脊村，汽车在崇山峻岭中一路颠簸。早就听说黄金部队的官兵工作条件艰苦，可粤北地区行路难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幸亏是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可以盘山而上，这伴随保障的运输车就没那么幸运了。看着我们气喘吁吁、步履艰难的样子，同行的黄金官兵不断抢过我们的负重器材。他们介绍说，这里的战友每天都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往返于钻探平台和驻地之间。一句古老而又简单的诗句在一代又一代的黄金官兵中流传。你问我有什么心愿，我的心愿非常简单，但愿我那小小的脚印能够踏遍祖国的万里河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在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国家急需黄金战略储备的紧要关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向党中央建言，让部队找金子去。从此，一支以军事化组织形式担负地质找矿任务的经济建设部队宣告诞生。目前实行武警总部和国土资源部双重领导，主要担负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维稳处突四项任务。黄金部队因金而生，因金而长，组建35年来，为国家探获黄金资源储量2329吨，其中甘肃文县阳山金矿规模在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六，为拉动当地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遂行地质找矿任务的同时，部队先后参与了98抗洪、512抗震、处置新疆75事件、西南抗旱等救灾任务，特别是在云南抗旱参战部队中打出第一口水井，受到军委首长的表扬，发挥了黄金部队在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战场上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通过刚才这个短片，您可能对黄金部队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他们既不是炼黄金，也不是守黄金，而是千辛万苦为国家找黄金。在现代社会，工程机械已经取代了人类大部分的体力劳动，但这不是全部。在大山深处，运输车只能把钻探设备运送到路尽头。那么从卸载点到钻探点这最后一段距离，不管是远是近，都是要人拉肩扛。今天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是徒步走上来的，虽然我们手里没有拿太重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段路的艰难。本期金牌钻手第一关的体能比拼，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黄金兵是如何把他们的专业设备送上山。我是红队一号刘群军，33岁，四川泸州人，99年12月入伍，当兵15年，荣获2次三等功，8次优秀士兵，翻山越岭继金兵，金刚钻进一英雄。我是红队2号史立飞，30岁，山东聊城人，
2001年入伍，荣立三等功两次。我的参赛宣言是赤胆忠诚，为国群心。我是蓝队一号，我叫郭东东，26岁，山东惠民人。我的口号是千锤百炼为打赢，擂台 PK 我最轻。我是蓝队二号董明伟，云南昆明人，2004年入伍，曾荣立优秀士兵两次。我的口号是人在苦中练，刀在石上磨。我是黄队一号欧杰，四川自贡人，2003年12月入伍，荣立三等功一次。我的参赛心仪是过河拆桥，有兄弟相助，翻山越岭看黄队称雄。我是黄队二号徐文，2003年12月入伍，四川自贡人，荣立三等功一次。我的参赛宣言是不怕流血流汗，黄金英雄看我的。我是绿队一号陈杰，2007年12月入伍，现任三班班长，四川南充人。我的参赛宣言是机台就是战场，进尺就是战斗。我是绿队二号选手朱月虎，山东惠民县人，2005年12月入伍，入伍9年来一直从事钻探工作，曾荣获三等功一次。我的参赛宣言是苦练钻探白领，是个黄金英雄。第一关体能比拼运钻杆，比赛规则，各队选手合力将长6米、重约150斤的钻杆运到500米外的山顶，每两个队一组，各组第一名直接进入下一轮，第二名则进入复活赛。黄队绿队准备完毕。收到。各队员准备，开始。根据抽签顺序，黄队和绿队首先出发。山沟里没有固定的制式障碍，黄金九支队的官兵因地制宜，以完成取样的钻井平台就是起点。平时走过的山路就是比赛场地。一场贴近实战，确切地说是贴近平时工作的比拼，就这样拉开了帷幕。由于山路狭窄，又有水沟、陡坡、弯道，谁抢占了先机，谁就处于了有利位置。因此黄绿两队从一开始就卯足了劲儿，谁也不肯相让。与以往组队的方式有所不同，本次比赛选手的产生和组合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自由结合的办法。黄队的两名队员身材差不多，配合也很默契，同年入伍，同时担任副机长，在通过第一段石渣路后就逐渐冲到了绿队的前面。而绿队的两名队员年龄相同，作为班长、副班长在一起搭档好几年。二号周约虎看中一号陈杰努力顽强能吃苦，一号陈杰则看中二号周约虎诙谐幽默有爱心。四川出生的陈杰今天跑在前面，他抖擞精神像一只钻山豹，勇往直前。无奈他身高只有1米6，是参赛队员中个子最小的一个，这几天又有点感冒，尽管他竭尽全力，无奈步幅太小，真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在连续经过两个陡坡之后，黄绿两队来到了海拔650米的1608钻井平台，这是整个赛程中的唯一平坦之处，选手们可以在这里稍作调整，准备最后的冲刺。绿队的周约虎忙中出乱，一脚踏空，这使得他们失去了追上黄队的最后一线希望。上！
黄队领先绿队四秒，率先到达终点。哦，黄队到达终点。绿队不放弃，不抛弃，善始善终，坚持到了最后。报，绿队到了终点，向报追，快报到。各队员预备，开始。接下来，红蓝两队上场，只见他们齐头并进，互不相让。武警黄金部队是技术部队，老兵多是一个突出特点。今天参赛的八位选手，军龄最长的15年，最短的也有8年。红队前面的队员刘廷军今年已经33岁，是参赛队员中年龄最大、军龄最长的一个，体重180多斤。红队二号石立飞今年30岁，军龄13年，两人都是4级警士长、专判机长，明年都要退伍回乡。今天的比赛对他们来说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参加这个比赛吧，主要是啥呀？还是尽我们能力吧。有多少力出多少力，看看我们到底也能有个什么样的成绩。好吧，很难得有这样一次机会嘛。虽然年龄体力不占优势，但红队一点也不示弱，直到第二个碎石路段仍然和蓝队并驾齐驱。本以为可以轻松获胜的蓝队，看到老机长们拼得很凶，不敢掉以轻心。蓝队开始发力，在河沟路段超过了红队一个钻杆的距离。现在蓝红两队来到了陡坡前，这两个陡坡约70度，加上不时落下的小雨，湿滑难上。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弯道，弯道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悬崖，稍有不慎就可能跌下深渊。在第二个陡坡前，我们看到蓝队的二号董明伟接连向右横跨了2步。就上坡，那路比较陡嘛，有点滑，而且轨的话你还要两个人配合好。在拐弯的时候，或者遇到什么石头，或者比赛或者碰到什么战友，可以说及时的拐，预防伤了战友或者擦伤自己。在登上了第一个陡坡后，为追赶蓝队，在弯道处红队老机长又跑了起来。尽管体能接近极限，但他们咬牙坚持着。蓝队两名队员身高体重差不多，远远看去像是一对双胞胎，两人都是班长。眼前乱草丛生的山坡挡不住他们的脚步，他们充分利用周边的地形地貌，很快进入林中小路。看到地势平坦，红队机长再一次努力追赶蓝队。蓝队到了终点，张作忠，他们走。好，红队到了终点，张作忠，他们走。
观众朋友们，看这段呢，就是刚才我们队员们比赛所经过的一段路，我回头看看都觉得挺惊险的。看我徒手上来都气喘吁吁，何况我们队员们比赛的时候呢，还扛着那么长、那么重的钢管。经过我的采访一下，这轮感觉挺厉害啊，肯定累啊，因为是体能比拼嘛。看着黄队队员一直在你们前面，心里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就想冲过他去啊，但是这个体力可能还是欠缺，嗯，时间冲也可能是配合的原因嘛，也没配合好，嗯，一直紧跟其次过我啊，还是差一点。这个感觉体力有点脱力的感觉。什么叫脱力？就是身体感觉就是无力，有点发软。就是在那个水沟上呢，那也就是确实那个坡比较陡，嗯，然后那些体力，我们的体力也是已经到了那个到了已经快到极限了。我们一般是下上坡的时候，高个在后面往上推，他和前面稍微矮一点，他比较发好走一点，所以说我们两个分工都是他在前面，我在后面，嗯，他扶着往上拉着点，我在后面推。观众朋友们，根据规则，在第一关的比赛当中，每组胜出的两个队，黄队和蓝队，直接进入到第二关的比赛。而绿队和红队呢，他们表现得非常的顽强，仅以几秒之差，如果被淘汰呢，也确实有点可惜。那我们的裁判组决定再增加一次复活赛，胜出者将进入第二关的比赛。你好，请问这个装队叫什么名字？它叫内管总成。内管总成，它是做什么用的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取型工具。嗯，啊，其实它分为四部分。这里是打捞机构，这里是个弹卡定位系统，啊，这里是个悬挂系统，这里是岩形堵塞的一个报警系统。哦，那既然是内管总成，那说明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还要套上个外管。对对对，它是配合外管一起使用。啊，嗯，在钻进过程中，岩形通过钻头进入内管，然后再经过它，将岩形取出地面。嗯，那您所说的岩心就是地底下的物质了。是是是。复活赛组装钻具，比赛规则，参赛队的两名队员齐心合力将内管总成组装到一起，用时少的队获胜。广东北部山区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就在刚才体能比赛时，队员们经过的施工平台上，气候变化无常，云里雾里，仿佛是人间仙境。黄金官兵们就在这里大闹天宫。绿队、红队，你们有信心吗？有。内管组成组装，绿队请准备，预备，开始。根据抽签顺序，绿队首先上场。为争取时间，绿队一号陈杰顺势用左手操起了榔头。不知道是因为着急还是看不顺眼，绿队二号周约虎也用与陈杰相近的左手抢过榔头抡了起来。他们非常珍惜复活赛的机会，紧锣密鼓。事后我们才知道，绿队的两名队员都不是左撇子。俗话说，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旁边绿队一号只有干等着，看得出他很着急，却插不上手。时间就这样悄然溜走。由于绿队二号干了不少一号的活，到最后他还在紧忙活。报完毕。绿队用时2分03秒。小组长，快跑走。内管组成组装，红队就准备，预备，开始。红队两名队员都是老机长，论体能他们不如年轻选手，但操作机械设备可是轻车熟路。
火车。内管总成大大小小共有38个零件，每一个他们都谙熟于心。按照事前的分工，各司其职，最后再携手总装，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让人着实感受到老机长的风采。红队用时1分35秒，绿队被淘汰。守规矩，打胜仗。全友家居将绿色产业链带到了您的身边，全新为您打造绿色的产品和生活空间。绿色全友，温馨世界。2700年酿酒传承，800年源名教师，3代国家酿酒大师，珍藏十教，口子教。恭喜黄队、蓝队和红队进入到第二关的比拼。观众朋友们，钻探兵不仅要有良好的体能，而且呢还要有灵活的头脑。因为钻探兵的工作呢是一项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他们经常要取出地下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岩芯，用来分析判断脚下是否有黄金。因此打钻是每一名钻探兵的必修课。但是打钻有什么要求呢？简单的说就是稳准，就像射击一样，要稳准，不然的话呢就可能发生紧固，比方说卡钻、烧钻和埋钻等等。好了，第二关比的是地表硬物钻进。比赛规则：使用深孔钻机完好地打穿一块厚度2厘米的大理石板，同时不能打磨到下面的石板，如有缺陷酌情加罚时间，用时最长者被淘汰。首先走上钻台的是红队的2名老机长，只见他们沉着冷静，配合默契。首先安装含有金刚石的钻头，常言道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瞧这就是能够钻进坚硬岩石的金刚钻。别小瞧它，模样长得不好看，却能一口气钻入地下几十米的岩层。红队由经验丰富的1号刘廷军担任操作手，2号石立飞则负责配合保障。钻探基本功是指钻探兵操控机器的能力，就是对钻进过程中转速、转压以及各方面观察能力等等的考验。稳是说操作要稳，包括提钻、下钻等，如果用力不稳，很可能造成被钻物体的破裂，偏离钻进方向。准是说要判断准，通过眼睛观察、声音判断等方面对钻进情况进行一个良好的掌控。在下钻快到位时要减速减压，如果将下面的石板打穿或者磨损，则意味着钻探手对钻机的压力控制不平衡，在实际工作中就有可能造成钻探事故。只见刘廷军两眼紧盯仪表，耳朵听着钻进的轰鸣，灵活稳健地变换着操纵杆，金刚钻稳稳地向下钻进，史立飞则牢牢地固定好大理石板，瞪大眼睛观察钻进深度。根据经验，此时大理石板应该被钻通，刘廷军将钻头提出了孔口，然而史立飞却发现第一层大理石板没有被钻透，刘廷军将钻头再次降至孔内继续下钻，
这次判断失误给刘廷钧造成了巨大压力。从复活赛出来，他太想继续走下去了，为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心里越想赢，却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当他反复试探钻透大理石板的时候，时间已过去了很多。接下来蓝队黄队分别上场安装钻头。下钻都无明显区别。同样是因为判断错误，黄队钻进反复了一次，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后上场的蓝队一步到位，时间最快，但由于用力过猛，对下面的石板打磨严重。红队用时2分19秒，第二块石板磨损较重，加时20秒。黄队用时2分01秒，第二块石板轻微磨损，加时5秒。蓝队用时1分46秒，第二块石板磨损严重，加时30秒。红队被淘汰。那现在你们俩各自对电视机前你们在家乡的妻子和孩子说点什么？老婆，我爱你。女儿，老爸想你了。儿子，你看老爸比赛失败了，你读书争取给我考个第一。刚才这关呢，看似简单，动感也非常。它的难点在哪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你要掌握好平衡，不能让钻具来回晃动。第二就是你的压力。你腰力如果改大了，石板就容易碎掉，如果腰力改小了，那就钻进的速度就慢了。嗯，听说红队的两名队员是你们的师傅，你们都是他们带出来的是吧？是。嗯，在以前我们刚到部队的时候，就是靠他们手把手把我们教出来的。嗯，今天怎么说呢，他们就是有一点失误吧，导致了这个状态发挥的不够好。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状态比他们稍微好一点，但要论真实水平，他们肯定比我们高。那么接下来你们会做什么呢？就是首先说一句，感谢我们师傅把这个钻探技术交给我们。虽然自己被淘汰了，
但是比赛还在继续，刘廷钧和史蒂菲默默地给年轻战友检查设备，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们都不放过，为下一轮的比赛创造良好的条件。观众朋友们，本期谁是终极英雄的终极之战就要打响了。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有两名老机长组成的红队没能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但是他们虽败犹荣，因为此时站在我身边的两队队员都是他们带出来的徒弟，正所谓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此时此刻天突然放晴了，战友们说呢，他们有十几天没有见到太阳了，好像现在蓝天白云和这阳光要和我们共同来见证本期终极英雄的诞生。我们这最后一关比的是100米深的地下取岩心，黄队蓝队你们准备好了吗？走。比赛规则，两组队员在相同的时间内使用深孔钻机把地下深处的岩芯采集出来，如有疏漏加罚减1厘米岩芯，最后取出岩芯长者获胜。岩芯在这举起，黄队就准备开始。首先上场的是黄队的两位选手，此时钻机已经打到地下100米处，需要加装钻杆才能继续钻进。他们迅速将一根长3米的钻杆抬到井口，与孔内的钻杆对接。二号选手开始攀爬钻塔，不断观察新加钻杆的情况。一号选手操作牵引器卡住新加钻杆的上端，辅助人员帮助解除对新加钻杆的限制，新加钻杆与原有钻杆借自重一起下降到预定位置。提引器再次上升，到达主动钻杆上端。二号选手将提引器挂到主动钻杆头上，此时我们看到二号选手虽然穿好了安全带，却没有将安全带与钻塔连接，这样就不能保证他在高空作业的安全，这个缺陷可是要影响成绩的。真是艺高胆大，二号选手徐文采用摩擦法迅速下塔，一号选手通过移车将主动钻杆移至井口钻杆处，二号选手在辅助人员的帮助下将主动钻杆与井口钻杆连接，使新加钻杆获得动力。黄队在前两关的比赛中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下一轮，此关决赛他们志在必得，他们沉着稳定，聚精会神。在钻进几分钟后，黄队发现了异常情况，黄队的两位选手仔细排查，很快发现了问题，离合器松动，他们排除了故障，钻机又开始了轰鸣。经过两次导杆后，黄队胸有成竹，准备采取岩芯，丈量鱼尺，拔断岩芯，起拔钻杆，脱开连接，移车归位，关闭钻机等步骤，连贯自如，
进入七八内管阶段。黄队二号选手将打捞器投至孔内，辅助人员启动绞车将内管调出孔口。黄队队员协力从内管中取出岩芯，埋藏在粤北山区亿万年的矿藏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岩芯正在取芯，蓝队就准备开始。第二组上场的蓝队按照和黄队相同的程序，首先加装芯钻杆。利用提引器将芯加钻杆下降到预定位置。一号选手郭东东灯塔将提引器挂到主动钻杆头上。通过移车将主动钻杆与孔口钻杆连接，使新加钻杆获得动力开始钻进。这次比赛前两关的成绩并不带入第三关，理论上蓝队可以在这一关后来居上，胜败在此一举。蓝队一号郭东东原来是名卫生员，从事钻探工作仅仅四年，他很有自知之明，让当兵十年打钻十年的董明伟担任操机手，自己心甘情愿当配角。关键时刻，这个配角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看到立轴下卡盘左右晃动，听到钻机声音异常，这引起了他的警觉，急忙通知一号选手停机检查。他们发现立轴下卡盘上的一个螺杆出现了松动，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可能造成钻进的角度发生偏移。紧急处理之后，钻机继续向底层深处高歌猛进。要想获得较长的岩芯，就得钻到较深的地下，为此蓝队加大了钻进强度。就在这时，蓝队一号选手郭东东发现冷却水管在向主动钻杆靠近，若两者搅在一起，钻机就不能正常运行。他下意识地用手拉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拉了一下，而操作规程不允许这样做，这同一个动作被裁判记了两次缺陷。两次导杆后，准备取岩芯，丈量鱼尺，拔断岩芯，拔起钻杆，脱开连接，移车归位，关闭钻机等动作，干净利落，也很不错。打捞器被投至孔内，辅助人员启动绞车将内管调出孔口。终于见到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岩芯。
这是我们刚采的岩芯，这上面的斑斑点点是我们地下岩石的矿物成分。嗯，经过分析发现之后，就知道我们脚下有没有黄金，有多少黄金。嗯，那这块岩芯是什么呢？这块岩是发干岩，不是说一挖出来或者一采集上来的岩芯就像我们看到想象的那个金店里面的金项链、金戒指那种金子，不是这样子。亲爱的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经过了激烈的比拼之后，我们本期终极英雄终于产生了。现在有请高级工程师曲少飞宣布获胜队名单，有请。现在我宣布获得本期圆梦练兵场比武竞赛冠军的是黄队，队员是上士副机长欧杰，上士副机长徐文，宣布完毕。战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获胜队黄队上场。请为获胜队队员戴上荣誉之花。战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圆梦练兵场的旗帜入场。请欧杰和徐文在这面旗帜上签上他们光荣的名字。亲爱的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这面旗帜上又增添了我们两位战友的名字。他见证了我们武警黄金部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以及高超的专业技能。在向黄队队员表示祝贺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其他几支队伍的参赛，因为你们的参加使我们的比赛更加的精彩。今后这面旗帜还将跟随着我们摄制组走进全军和武警部队，记录下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比拼，写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圆梦练兵场系列节目金牌钻手到这儿就圆满结束了。感谢你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